近日，霍思燕深夜与名男友人现身车厢，没有老公杜江在身边的霍思燕化身知心大姐姐，和神秘男友人一直在车厢里面热聊，引来不少关注。可能是话题比较隐秘，就连司机叔叔也被赶下车，为两人留下独处的谈心时间。但是这氛围怎么给人感觉还是有些暧昧呢？难道霍思燕不怕单独与男友人聊天，老公杜江吃醋吗？照片中霍思燕和这位男友人似乎很有心事要跟他谈，霍思燕在旁边听后全程眉头紧锁，不停地回应，似乎是在给他安慰。只见两人齐齐并排坐在后座，神秘男友人把身体全部转向霍思燕，不知道是在倾诉着什么，而霍思燕也很有耐心地一边聆听一边给意见。接下来的霍思燕也是毫无女神包袱，动作熟练地点上烟，很是惬意地抽了起来。喜欢就订阅呗。